好，我是韩，我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韩的妈妈，我是楠楠。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了一个大火锅，那叫韩式火锅。我在那个网上看的时候，我口水都要流到手机上了。吃货看到吃的就忍不住了，所以我妈妈给我买来了。其实我也看馋了，听说这里边料特别的足。现在咱们打开看看里边都有啥吧。真的，我俩都赶上吃货母女。真的吃货。鱼饼，红年糕，三兄弟丸子，小油条，辣白菜，红平常韩就愿吃辣白菜，搁在里边肯定更好吃，香喷喷的，不知道啥味道呢还。火锅面咋这么像方便面呢？都让你摔稀碎。怕不够吃，咱放点火锅粉，像放入火锅酱，加水，开火。现在放芝士，盖盖焖十分钟。现在已经好了，我已经等不及了，咱们赶紧开盖看一看。开盖！哇哇，红红火火的，你看这个芝士拉不拉丝儿？拉丝儿的。哇，看这芝士，哇，真的拉丝儿。给我面尝尝。给粉丝们先来一口，香不香？吃了吗？现在我来尝尝了。嗯，这个是鱼饼啊，好吃，就是像一股那个鱼丸儿吧，鱼丸的味道。嗯，这满满一大锅，涵涵咱俩能吃了吗？能。来，我也撅一口面，尝尝味道怎么样？看这个面满满的芝士啊、哦，嗯，它那个味道是像辣白菜多一些，而且还有奶香的味道。嗯，微微的甜，微微的辣，味道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。我看拉不拉丝儿啊？里边是芝士，又弹弹的，好吃极了。你知道我平常韩也愿吃这个年糕，没熟啊，你敢能使那么大劲？啥呀？我牙口不好。牙口不好，少吃啊。喂。韩吃的满身都是啊，回头自己洗，看着没？这袖子上都是。看小韩韩把他的战袍给穿上了，不是衣裳都整白了你才想起穿来了。我喜欢吃这个里面这个辣白菜。嗯，我觉得我妈妈是吃货二。吃货二，你是吃货一是？对的。看看我和韩韩吃的那么满满一大锅，就剩这些了，其实也就剩一个锅底儿。你干啥呀？我又在吃腻了。你咋腻了呢？因为你们吃实在腻了。那你是没少吃啊你？那因为妈妈让我那样吃的。我又让你吃的，你再说，以后啥也不买了，小孩。不行、啊，他就不吃，那碗都不用了，还我让他吃的啊。妈妈让我吃的。啊，拜拜。拜拜。